用面肠、姜末、香椿等调味料煮成的拌酱，不论是拿来炒菜，或者是搭配香菇、萝卜干拌成三宝饭，都是相当美味哟。独处已经20多年的李玉潭，对于煮素食料理有很多的佩服，总是端出一道道美味又实在的家常菜。先到新素派，赶快带他来欢迎我们这一位，他们说他是十项全能哦。我们的李玉潭师姐，师姐您好，爱珍姐好，还有全球的观众大家好。我还要说了，除了十项全能之外，还要说爱吃面包的师姐，是不是？是。哎呦，好好笑哦，他。为了爱吃面包，所以到那个糕饼店去工作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为了爱吃面包，最后干脆跟老公也开面包店，面包批发。对啊。哦，还有人爱吃面包到这样子的境界呢？啊？嗯。那但是呢，他十项全能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在慈济啊，只要是有活动啊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功能组，啊，找他都 OK， 是不是？对啊，哎呀，现在我是退休了啊，什么都可以做啊。哦，你现在是全职全职志工，对。所以，说啊，玉潭师姐被做上员工 ，OK， 都可以做。对。但是在慈济的各种功能组太多了，对，多得不得了。你能够学得起来的，你都给他答应。对，只要我可以，时间许可我都可以，我能做的我都去参加。哦。嗯，所以你看，所以叫十项全能哈，其实在参与的当中就去学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今天还有一样，就当然你拿手的就做香鸡咯。哦，那今天你要做的香鸡料理是什么呢？第一道是香椿拌酱，然后呢，等一下再延伸，延伸到三宝饭。好。刚刚哦，我们已经有摄影师说啊，但没我都被讲这，好多吸引人呐！到底是怎么吸引人呢？等一下你自己学着做就知道了。我们先来让大家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。香椿拌酱，材料有面肠2条、香菇5朵、姜末50克、辣椒1根，调味料有。砂糖少许，酱油5大匙，香椿酱1汤匙，酱油膏1汤匙，冬菜粉适量。好，我们就看到这个是我们菜市场很容易买得到的东西呢，是面肠。好啊，那面肠要先怎么处理？那面肠哦，我们要先把它切丁，香菇也要切丁。好，啊，等一下再去炒，炒一炒，再去慢火炖煮，好，就成了美味的素拌面酱。是啊，你这讲起来，你应该拿手的是做面包啊。嗯，面包。也会做啦，但是现在比较少做，就这一些美食比较多。少女时代就爱吃面包，对，然后就干脆去找那个面包糕饼店工作。嗯，那是在哪里啊？在丰原。嘿，糕饼店是做面包还是做传统的店？他们那时候面包啦、饼都有做啊。那我走。嗯，你真正是为了爱吃面包跑去做那里工作？我真的好喜欢吃面包。他读书的时候，国中、高中都一样，所以想说，哎，我家来开面包店，不晓得多好哎，这样子。好可爱哟！哎呀，那个少女时代爱吃面包，你爱吃什么口味的？哦，椰子的、奶酥的、菠萝啦。爱吃到从那么小就发愿，说我将来要来开面包店，嗯，是不是？对。那到糕饼店工作，吃面包免钱哦。当然不用啊。真的吗？对呀。哎呀啊，那你不会吃到腻吗？不会啊。奇怪，吃面包永远吃不腻。你看面包刚出炉那个香味多香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就那个油哈，油已经下去了嘛哈，再来先姜。这个要油要多一点。嗯。刚刚那个师姐讲说，它比较会吸油。对，姜是把它先搅拌细细的这样子。这个什么用什么搅？我就用一种机器啊，调理机啊。调理机把不是用切的，是用按那个。不是用调理机，
就是打打的细细，打一打细细的，碎碎的。对对。为什么不要用切的？因为我平常常常做油饭。啊，我都用放这个姜，所以我会把姜哦先处理起来，不然姜放久了它会崩裂啊，它就坏掉哦，水分都没有了。哦，对，所以平常我有姜，我就会把它机器搅拌起来放冷冻。哦，随时要用随时就可以用。是老姜还是嫩姜？老姜，老姜才会香。把它处理完。是要炸过放冷冻吗？啊，没有，就是直接把它搅拌好就放冷冻。对对，啊，平常你随时要用就可以了。啊，就可以挖一点出来用。我平常姜有姜的时候，我会把它切片切好，先放冷冻。啊，我们要用的话，随时拿出来就可以用了。那嫩姜不可以这样？嫩姜我很少用嫩姜嘞，老姜老姜比较香。那解冻之后，它的那个。口感没有变吗？没有，不会变。哦，对，有的时候像我们在外面看到有些姜真的很棒，很漂亮，但是你想说那又不贵，你想说买多哈就怕不能放，所以就照你这个方式。对对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姜抱起来，稍微有颜色了，再放香菇下去。哦，这个姜放很多呢。姜的味道，那个素照煮起来会更好吃。哦，因为姜对身体也很好啊。嘿，对对对，因为姜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呀。对对，不管春夏秋冬都可以吃。超香啊！再来就香椿。哦。这个这一味下去就不得了哦，就很香了哈。不敢吃香椿的人可以不用放。哎，对，也有人不敢吃。有。哦，你看看没有？哦，你看看。很香啊，香味都跑出来了。哇，你看那个。再来，我们就放下酱油。哦。酱油。哦，是有五大滴嘛，还有油膏。还要加酱油膏。对，这样会比较干。哇，这么赞！还有加一点点糖，因为我们都不加味素嘛，哈。还有我们的天然调味粉下去。我们的那个冬菜粉。冬菜调味粉，对对。哦，净湿冬菜。少许，少许哈。好。那再来，我们有炒香，哎，加一点辣椒下去。好。加一些。哇，好香啊！哎呀，惨了。好香了哈。我们站在旁边的摄影师可能会昏倒，因为。我们最后把这个面炒下去，那个香味都还是这样子，让人受不了。请问你在家厨房做的时候，你们家的邻居应该受不了，因为邻居都会闻到，很香哦。天哪，怎么会这么的香啊？其实像这样直接炒来吃拌饭也很好吃。对啊，我们要加水去煮，就是让它更软。那这样子，我们还没煮之前，我可以先来一口。好啊，先好不好？这样一口先试试看。对对。好，再来比较一下，就会跟那个煮过以后是。还有我们要加水。好，加水要加多少？加差不多三碗左右吧。要加三碗。三碗的水。这个是就直接炒来吃。直接炒吃，这样也很好吃，很下饭。很香哦，好香哦！起码这米肠呢是 Q Q 的，因为煮起来比较 Q。等一下我们加水下去煮就比较软。现在我可以吃到很明显的那个姜哦，刚刚有一点炒到有一点点恰恰的那个香味，对吧？对。好，然后像这样加三碗水下去，这样就可以把它盖起来，慢慢的煮。好，在家里就半小时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这个成品就出来了。来，这个就是成品，对，成品。它煮到那个，然后味道都吸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刚刚吃的是现炒的，然后我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煮过之后哈，那口感那个不一样。我刚刚那样已经真的够好吃了，很香哦，够好吃的。然后啊，比较软哈，真的就很不一样。然后。味道很入味，然后米肠是软软的，对对，对吧？对，好，刚才米肠呢是 QQ 的，所以其实这两种吃法都可以，可以，对对？对，好，那么就要再用从这个酱来延伸，这个也拌面，拌饭，
有时候我们烫青菜也可以弄一些在上面，也可以啊。真的就是像素灶的用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现在就要把它变成跟三宝饭结合在一起。对，三宝饭。三宝饭。哪三宝？就给大家看一下，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。三宝饭，材料有糙米两杯，黑糯米一杯，白糯米一杯，香菇十朵，萝卜干一碗，烤过的核桃少许，调味料有香椿拌酱一碗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跟调味料之后，就了解都是这三宝：糯米、黑籽黑糯米、黑糯米，还有糙米。我们有看过糯米加黑糯米煮，对，但是没有看过再加个糙米。加糙米是为了什么？因为有的人吃糯米会胃会胀气啊。你是光掺这个它没胀气啊？当然啊，因为全部糯米的话，胃不好的人会胀气啊。哦，我是看到糯米吼，真的只敢看不敢吃。嘿，那真的加这一样就会差。对，哦好，那等一下怎么煮，我们再告诉大家。那现在这个材料要先好，等一下我们是要炒萝卜干的。好，香菇切丁。对。好，香菇切丁之后呢？是传统风味嘛？对对。然后这那我们就要先炒萝卜。哦，好好好，这个是要油吗？要一些油要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自己做的萝卜干哦。哎，因为外面买的比较不敢用嘞。你这个是老萝卜干，对对对对，颜色那么深。对。哦，你在归你。人家那个萝卜干都要算成年的，越成年越贵，越老的越好，越贵，对，没错。我家有全黑的呢，那是就是老菜爆。哦，那个都舍不得用哎，一只马应该是有一点年份哦。嗯，萝卜干，萝卜干还要看年份的。这个是你自己做，就是人家过年的时候送我萝卜很多啊，没有吃完啊，我就把它啊，赶快来做个萝卜干啊，这样子。哎，这起码也有一点年份，有点咸哦。嗯，好，那个香菇爆香之后，我们萝卜干就把它放下去炒一下。很奇妙哈，萝卜干哦，对，放得越久越不咸，它会回甘。是哦，嗯，哦，不会，很好吃。它回甘，它的香气跟那个你外面买的那个颜色比较白的萝卜干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这个有特别的香气。好棒哦，嗯。你知道我家那个黑色萝卜干呢放多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哎。我在快十年前呢，去嘉义的时候啊，人家送我的时候都搞了公里三米啊。哦，你看这嘛，真的很久了。哦，所以都舍不得吃。好吧，好，那我们把它炒香之后呢？哦哦啊，这很香了嘛哈。香了，然后我们要盛起来，是不是？对，来。这个已经可以吃了，对，可以吃了。我刚刚直接含那个萝卜干，其实它不是咸，它是会回甘。嗯嗯，好，然后这个，就是我们都炒好了，先准备嘛，我们要煮饭了。现在告诉大家煮饭哈，这个怎么煮？这三样，这个糙米就是两杯。啊，这个黑籽米一杯，糯米也一杯。好，啊，这两种呢，一定要泡水4至5小时。你是讲黑糯米跟那个糙米都要分开泡？对对。泡几个小时？4小时至5小时哦。哦，这么久。那白糯米呢？白糯米不用泡哦，洗干净就好。洗干净直接一起，1、2、3都放下去，啊，再加水。1:1嘛，一杯米一杯水这样子，1、2、3，总共放4杯水。那要看啦，有的人喜欢吃比较黏，较黏的时候，你就水减少。啊，有比较吃嫩软一点，你就水可以多一点。好，这个煮久了自己可以去加工吼，要较软较黏安尼嘿。好，好，咱好大家看卖吼，这都是已经煮好的，是不是？煮好的嘿。好，那但是呢，这个里面要拌一些料。拌一些料就是拌素灶，还有这个萝卜。好，拌一拌，还有核桃。好。我们现在就加一点下去，好好好，就这样加下去，加下去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也是，这个多少是看你自己，是不是？对，也可以嘿，你要想要吃浓一点、多一点，你就泡多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好好，这样很香哦。那你现在在拌的时候啊，
我可以吃一口这个你炒好的吗？好，好，然后这个，哇，好香哦，有点咸哦，不会。哎，那个萝卜干，你只要泡水泡太久会烂烂的，没有那个萝卜的香气。用水冲洗一下就好了，对，冲洗干净就好了。冲洗，我要冲洗好多次了，因为它咸，有咸，你不能一直泡水啊。泡水一种一直泡不行啊，一泡到整个萝卜会胀大，那就没有那个萝卜的香味啊。只是冲洗把那个哎洗了好几次多余的咸味，哎对对，好，然后这两样。拌完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来倒扣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我们先来倒扣一碗小小的摆在那里，因为它除了倒扣之外，还要外加一个装饰品。诶，装饰品看个人，你要装得更美也可以啊，直接这样放下去也可以。你还会这样一圈，好喜气哦。刚好今天有那个东西，就就地取材啊，就把它放下去啊。好，那所以其实。你这个是人多扣几个短碗，嗯，用大的小的都可以啊，像这样小小的扣下来也很漂亮啊。好 Q 啊，好 Q 啊，我们就加个核桃啊。我可以这样子来一口吗？可以。我不要扣了啦，我只要你不要扣了，我不要扣了，不扣了，不扣了。好，核桃为什么要加一点在上面？这样加吃起来口感就不一样啊，脆脆的。加核桃比较核桃要烤过哦。哦，要烤。嗯。好，这样子合在一起看看是什么滋味。我先来吃一口这个拌好了。真的那个糯米的感觉是比较没有那么黏，因为真的糙米下去，它开 Q 呢。对。然后味道感觉比较好呢。然后核桃如果再配下去的话，更香。我们就说画龙点睛，谢谢。这一招就是让它更香浓了。嗯，哦，好棒哦，太好了！今天呢，我真的知道让你做的这么好吃、这么幸福的料理，真的是太感恩了。谢谢，真的是感恩你哦。哎呀，好好吃哦！香椿拌酱做法是。面肠香菇切丁，辣椒切片备用。起油锅放入姜末爆香之后，再放入香菇、调味料、辣椒、面肠炒香，接着放入三碗水，用小火煮约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三宝饭做法是：香菇切丁之后入锅爆香。接着放入萝卜干炒香之后盛起备用，黑糯米、糙米分别泡水4到5个小时之后，加入白糯米和4杯水一起煮熟，接着放入炒好的香菇、萝卜干以及香椿拌酱搅拌均匀，摆盘之后用烤过的核桃装饰就可以了。哇，我们吃素怎么可以这么幸福？而且一大早我就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，蛮愉悦的。然后东西吃起来又新鲜又澎湃。南雷公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餐是一天活力的重要泉源。今天点我要带大家去吃健康的早餐，让你也能跟我一样，一早就充满满满的活力，来去吃早餐喽！让客人吃得到幸福感，又能充满活力的这家连锁蔬食早餐店，就位在大雅民生路上面。这里虽然是以西式为主的蔬食早餐店，但是菜单里面居然还有面线糊哎。为什么会有这一道？因为我们这个大雅地区它算是比较乡下的地方，对啊，那一般吃素的就是比较传统口味，是一个茶楼街的意思，对，让一些习惯吃素的人进来之后，他会发现，哎，其实还有西式的，不只只有中式面线糊萝卜糕而已，对。虽然想用传统的米刷糕来切入当地人的口味，但真的经营起来却是相当不容易呀。
哦，刚开始接受度不高，一般人先入为主的观念，通常都是啊，寿司的就是拢无味，嘿，很清淡，选择又少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啊，后来慢慢的，人来买，搁等来讲，回流率也蛮高，啊，所以渐渐的，他们就能够接受这个口味。哦，然后就是假喝假可以到时候对啊对啊对啊。那遇到这种状况啊，你秉持的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？走得丢啊，就是熬，熬到最后就有起来推广素食就成功。其实王老板是因为宗教信仰开始吃素，他将经营十五年的饮料店收起来，改开这家店，本意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大雅乡亲都能吃得到健康又美味的素食早餐。那么，这里的人气餐点又是什么呢？那我刚看一下你们的菜色啊，听说你们这边有招牌的产品是什么？仙菇辣炒面。这仙菇辣炒面用料很丰富，不仅有综合菇类，老板还加入了生菜、番茄、小黄瓜，吃起来口感更清爽。不仅仅是这样，除了公司制定的菜单之外，王老板他自己还有隐藏版的餐点哦。隐藏版的菜单是法式套餐，它是用我们吐司沾蛋液下去煎而成的，然后里面有蔬菜，还有一片 cheese， 口味非常的清淡，而且吃起来会让你很舒服。那你们这么用心的目的啊，是想给客人一个什么样的用餐感觉啊？只是希望说，让想要学习吃素的人，他来我这里用餐，他会发现，其实素食很多变，而且素食很好吃。已经吃素的人来我这里用餐，让他有更多的选择。我们家从这里其实有一点远，要大概要15分钟的车程啊，但是我会觉得说，因为它好吃，然后我们就会来这边吃。他们的餐点啊，中西式都有，然后让我选择性很大。那我本身都吃素，所以我觉得这边对我来讲吃素非常的方便。那炒面它里面有丰富的蔬菜菇类，然后有很多膳食纤维，那吃起来很爽口的，好够味哦。而且我发现呢，它看起来很清爽，可是其实是很入味过瘾的，会有一点点辣辣的。不光是这个仙菇辣炒面抓住了我的味蕾，还有这个菇菇堡也是相当不错呢。在那松软的面包里头，加满了吃起来 QQ 的综合炒菇，以及脆口的生菜，真的是相当够味又不腻口啊。像这样的轻食养生健康观念是越来越普及，来这边吃早餐已经不像以往只能单一选择，而是有多元的中式与西式。幸福就从早餐开始，健康的活力补给也能相当的快速和方便。